吃喝玩乐不用的，好事妈妈教你玩。去旧金山一家四口的机票不到70000，怎么可能啊？因为省下来了蛮多钱的，还住在美国 NAPA 的酒庄里。好不好哦？去香港迪士尼先上网订了电子票，当地的7-8折价而已。哦，真的。还有一个重点，主题乐园里面那么多餐厅，到那边选就好了嘛。没有位置，我老婆都已经订好，马上有人带我们去我们的位置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